一二三，烟台湾，马娜的，大家好。你看，今天就是舒服啊，今天就是很开心。不然我每次这边都太阳刚了。OK， 那这次很特别，这次我们请到了日本的 YT， 我们已经又拓展了国际的密布了，就是可能因为天气的因素，就先带他们体验就是馆池的部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带他们来叫 bus。OK， 那就这样子哦，来 go。啊，首先呢，把这边打开，把这边打开，然后抓着这个线，抓着这个线，然后我们就穿过这些环，穿环，穿全部的，对，越来越小了，はい、すごい、どんどんちっちゃくなった、可惜，我够不到，可以把杆子斜，摆斜的，摆斜的是这样子吗？对，还剩一个。是吗？两个，最后一个，然后呢？选你等下想用的东西，就是路亚的部分。好，这次的话就尝试踢尾，有没有像小鱼一样？看起来一样，很活泼哈。再请先帮我拿着一下，我自己本身有尖端恐惧症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种钩子小心为妙，因为这个你穿过去手就痛了。要我讲日文也是可以。好，来。あのね。哦。哎，穿过去でした。从这里。会痛是不是？痛啊！哎，转过来。哇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弯过来。哇。然后就刚好一个鱼的形状。对不对？对。真的很难呢。不会。那就。大功告成的，大功告成的，对，谢谢。哇，完成了！哎，完成是什么意思？完成了，完成。你的手，我觉得这个题我不会了。练抛吧，练习怎么把它丢出去，用食指勾住，打开来，打开，丢到前面这个位置的时候，这只食指放开来，好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嘿。好，丢下去，すごい，好厉害啊！好，他说すごい，里面等一下，你的脸怎么，你脸怎么怪怪的？来，试试看。哇，せーの，可以，真的第一次的经验，第一次就会抛投，天分，卵虫，我们叫卵虫，它游泳的姿势是这样子，你看它屁股。好可爱哦，屁股卷着，对，有的话是会感觉到吗？会感觉得到，那线会一直跑，你可以跑上去吗？哦，对，卷就对了。哦，哎呀，站，还是掉队，掉队了，没事，掉队。是掉队啊。那你就一样，然后随便嘛。对，一样放下去。放下去就好了。对。好。然后。收一点线，然后就等。接下来就。鲤鱼，赶快来！好，那里啊，鲤鱼在哪里啊？他们要吃最后一次啊！他只要最后一次，好大一只哦！鲤鱼很大只，收一点自线，就让它线不要这么垂，对，好，收自线，对，这样好。哦，有了！好，好，慢慢收，再收一点。
金。超大。阿福啊。好，杆头压低，然后往上举，往上举。哦，这只好漂亮哦。哇。阿福。哇。哇，这什么？这，你也走。OK， 感谢，谢谢老师。不会不会。那我先讲一下我的感想好了。你们觉得查米够浮夸吗？没有，今天浮夸是 Mana。对，他的反应就是我所期待的表现，非常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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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听到尖叫才是。真的厉害。那也想问一下，就是龙月，那你觉得你在那支这边的部分呢？哦，很有天分啊，我觉得就是天才小调娘，小调娘。那我从今天开始耶。那你们可以大约帮我就是简单讲一下你的感想吗？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我是真的是第一次体验钓鱼。我以前就只有钓过虾，但是是跟钓虾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 Mana 呢？啊！没有。觉得看起来很好玩，但是就是很难呢。我真的笑到，你笑到了。好好玩。当然，一起钓鱼吧，在最后面的时候，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喊，一起直立吧！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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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